主料，桂鱼300克，辅料，蒸鱼豉油、盐、姜丝、葱花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清理好的鱼，在鱼里面和鱼身涂抹一层薄薄的盐，腌制20分钟，倒入蒸鱼豉油，在鱼的肚子里面撒上姜丝和葱花，腌制，做锅烧水，水开鱼盘放入蒸汽，盖上盖子大火8分钟，关火，再焖2分钟，开盖，真香。烹饪技巧，蒸鱼，水开放入蒸汽8分钟，关火，2分钟后揭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